头到尾全部拢是江德兴伊的设计陷害，我无当来，我袂甘愿。客白还佫在世，是毋是我提出甚物款的补偿，伊拢会关照啊？你是安怎要牵断阮永白家的？这根本就是针对阮单家来，规个单家无人会当闪的。你上好是卖试探我底线。你真是在欺笑！你都看不着，今麦就来恶心个病死！你敢倒来？我现在是靠我，我都想到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啊！喂，你莫讲到家己袂得过啊！你为着伊，你去甲阿公分一个心嘞，好无啦？我不爱，我不爱！你是我伫这个世间好一个囡仔。我不是跟你笑喵喵，我跟你跳你心的咧。啊，我跟你回去，我有一个条件，你提钱约出来，我跟你回去。三立台湾台天道，这样拄好，这拄有你啊。我是来遮做医美疗程的啦。只要你好好检查，医务箱内面是不是像陈女士所讲的，是医美器材，我就知影你是不是讲白贼啦。那台已经顺利植入江小姐的母体内底，刷了吼，就等验孕啊。四十多年前啊，咱陈家会帮败落这龙家线体，并不是因为朱月平等咱娘妹所造成，其实是迄个贪心毒的江道成做的。木园管理员讲哦，有人弄乱咱家的木园，别乱来啦。我陪你去，看卖什么人害你好大胆。伊害我四十年的复仇计划变作一场笑话，一口怨气我一定爱出。你真正无法度把我当作是亲人来看他，是你上不爱滴我诶。啊，那你甲万金玉，就只是甲别人斗三工，伤害阮爸。你若无想要甲我斗三工，那呢，你就想较远呢。伊在世的时阵啊，刚做出逆天改命恶毒的酒坛，甲恁阿公娃娃逼上绝路，甲咱陈家子孙受尽拖磨。今仔日，我着要让伊连死了，嘛无得安稳。我唔准你甲阮阿公安宁。就因为这酒才受过殴打，阮爸才这样掠狂。免管我这废话，先别开，我让带领因什么代志，我嘛要负责。你敢动嘞？动嘞！